Jenny 啊，跟别的王打架都不会说话。 记得上个还会说话呢，虽然说的话没有什么意义啊，但比较有趣一点。现在换成啊，这招没有什么用处了，按不出来，就那个苦。反而是副武器的攻击力比较高，然后除了毒还有火的攻击，各式各样。 又是辜负，所以我放弃辅助武器好了，像我按键也比较不会那么复杂。 OK OK， 真的很迅速哎。 蛮喜欢的，每5秒蓄力1，8秒的暴击增加，哦，都很好。但既然有主武器的攻击增加，那就先拿这一个。嗯，现在的血有300，但损的血量也不多，所以就最大体力增加和能量增加。哎，好烂，我快受不了了，好烂哦！ 核心呢？说好的核心呢？关于是不是拿到核心，还真的要看运气哦。这样也太悲哀了。哦，哦，哦，0.5的几率 ，HP 恢复5，这个可以拿吧？很难得看到发光的。 不啦不啦不啦！好多虫，还有一个，游戏，先来拿体力30，增加攻击，主武器攻击。嗯，要低到30也蛮难的，但第一个拿嘛，那就选择。啊，终于是核心了，等核心好久。我到底是什么属性啊？什么属性都拿，什么属性都不是。 攻击速度增加10%的几率，说到哦，棉手套吧。想到棉手套啊，我记得以前就有人跟我说过，你去运动其实不一定要戴那种很正规的手套，戴棉手套也可以。我这一生中哦，只有看过有人在运动中心戴过1次而已，然后后来就没看过了。 狂暴状态哦，这个时候可以来拿下哎啊！不过有史诗级的，变1%，这个好像不错耶。这两个哪个好嘞？8秒的暴击增加 50%， 7秒变狂暴，攻击速度增加。我攻击速度算蛮快的吗？也还好。觉醒好了。 一代，就是那个眼球怪，在哪里？死了吗？还没有。又是冲刺哦，冲刺我觉得可以拿了。那就触电或这一个，这个好了。不见得会电到了。啊，500块吗？500块到底要买什么？ 看一下，我现在血还蛮少的，所以可以稍微恢复一下。哎，装填速度，然后能。
量20，暴击3，这真的好强哦，但技能又不常用。500块可不可以买到一个好东西啊？我记得好像可以，那就上车好了，也不用补血。冠军腰带恢复量30，主武，哦，好强哦！我还没有拿到这个哎。等下主武器的技能，主武器的技能就是这招嘛，那个镰刀，拿了，超好用，赞赞。但是又没钱了，啊，好穷哦！每天都在为钱所苦，你也是吗？我也是。暴击率增加5，或者是暴击伤害增加，暴击伤害增加。触地还蛮好用的，意外的很有帮助。天哪，那个忍者军团也太有能了，一直在帮我打，看我损血损好快。哎，谢谢谢，好可怕。主武器的核心不要换好了，受到伤害的时候不行，我的都没机会升到了，还是要变成电啊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这个好了，变电两次。好痛好痛，哎，天哪，好痛好痛痛，你现在这几个车轮饼，车轮饼的梗到现在还记得，哎，好痛啊，等一下，哎，真的超机车的，哎，气死人是不是啊？还有凡中凡，快快快快！好多好多好多！哎，没有血，没有血，这可以换什么？30/10，好像都不大划算。要，那换的太少了。冰吧，我就会死，糟糕，不大想死。有人会想死吧？多补一下血怎么样？电流核心取得晶片，技能暴击增加。好，继续拿。啊，我觉得这一次不见得能够玩到最后一关了，应该说可以玩到最后一关，但可能会输。以我这个操作之烂，真的很可能是死的。啊，好痛哦，好痛哦，敌人怎么那么多？哎，敌人好多。都闪不掉，还有吗？在哪里啊？欸，使用时呢，带有相当50%持有能量体力之防护罩，不要。我觉得我就要打带跑，打带跑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。那血有点少，冰盾哦，冰枪哎，冰枪好了，又是冰啊！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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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来了，等你好久了。
技能变成跳向空中对一定的敌人范围进行连打的攻击标。这个有点雷，我知道，这一定很雷。难道还好吗？不要。忍者消失哦。拿好了，爆炸的话啦。拿，然后剧毒增加。但是既然是新玩的，我有点想要尝试看看呢，都想尝试啦。拿了，好不好？没有钱了吗？啊，没有钱了，刚刚好。不用尝试了。还以为还有嘞。不过后面还有机会了，还多的是嘞。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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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会死，我死翘翘。来，先放个冰好了。让我放个冰，好痛好痛好痛！好加载还有一些那个起司，来了小 boss， 多招一下我的好朋友猪来，忍者忍者，这怎么打？好像打不到道哎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！毒的毒，哎呀，好痛！那没把它吃到，太扯了！怎么可以这么扯？小心！远距的攻击。他不会追着蜘蛛跑因为蜘蛛是在半空中吗？好像很有可能。有点不喜欢。然后又要产卵了，无法阻止了，算了，放弃。有些真的很难对付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吓到我了，好多毒水，都出水了。游戏默默就赢了。咚咚，一般变稀有，产生防护罩。防护罩是我要按就可以按的吗？不然可以的话，想要加这个欸，但这个体力恢复量四到六，好高，升了四到六欸。我现在血好少啊，不行，要补血，谢谢，再补一次，也太少。改造武器技能，技能变成在范围下的所有敌人脚下产生锁链并攻击。哦。一个比一个有趣，但我都看不大懂。30只能加这个哦。再看一次哦，技能变成在范围地面上的所有敌人脚下产生锁链并攻击，试看看好了，希望不要雷。再加一个好了，将受到的技能攻击抛向空中，然后让敌人出血。真的不要雷哦，我超怕雷的，雷一时能害一世。然后另外一个还剩300可以买吗？冰的已经买过了，雷的好像没什么好升，那这个吧，冰的，冰枪，攻击再高一点，又算是顺顺的来到这里了。寒气怎么那么常拿到啊？我不需要啊。五秒会蓄力能力，完成的话会造成200次的攻击。我都叫这个鸡脚。刚有出来耶，但效果太短了，看不到出来。再试一次，等一下哦，等敌人多一点的时候，来敌人，按哦，能量不足，按不出来。再一次，能量不足，那能量多少啊？好像要很多，
看不到出来好不好？あれ？あれれれれ？あれれ？好像就普普欸。啊 no， 还不行，等一下。嗯，啊不对。微妙，真的感觉就普通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可是他耗的能量是不是比想象中还要大啊？他耗50哎，天哪，好高！有种被骗的感觉。来看一下，能量增加，体力恢复80。这里恢复个体力好了，把钱留下来。老板被你骗了，镰刀回到地面上的时候呢，再造成一次伤害，但没有钱，什么都没有，好两光。我觉得把这个，哎，对了。把这个技能再稍微升级一下的话，应该比较强。现在的重点哦，就耗的能量太多了，50，五秒蓄力1，辅助武器不需要，那这个好了。虽然才5秒，但有比没有好吗？往正面想。只能靠那些忍者来帮我了。暴击增加啊，都是拿到这种哎，白色的。跳不上去。OK。啊，不过他可以打好远哦，有看到吗？电流核心 level。哎、欸、还蛮多的耶。哎、欸、等一下还有几个啊，我看不到，糟糕。哎、欸、我看不到。我记得之前可以看的啊，可以吓到我。电流有几个冲刺吗？王者冲刺耶，尴尬。王者冲刺。哎、欸、只有冲刺。会不会太扯了，超扯啊。好啦，冲刺能够升级也不错，那就变成3次的雷电了。有比没有好，要这样想。有没有看到？范围真的很大，攻击力也很高，算是选到一个还蛮正确的。一开始还在写。但没有用习惯，还真的是不知道这个能力的好在哪里。好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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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这个状况，那我都忘记补血。补血这个过程很重要哎，那 CD 掉150秒，不用白不用。火的回复的火的，好一点的，燃烧的间距减少。不要，间距减少。又是这个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跟我很有缘哎、欸，再加吧。然后非核心的选项是一堆，哎、欸，第一次看到的地图，哦，第一次看到哎、欸，跳下去的，哦，好有趣。虽然说好像没有什么意义，但很有趣。还有敌人在哪里？没有啊，骗我！
主武将啊，好哦，很不错耶，这个也很想选，这个也很想选，但主武器的所有攻击力，这一定要选啊，30%超大的，有没有搞错？38不拿，当我白痴。然后冰爆炸之后的攻击力也不可小看，好高哦！触电，触电。嗯，好痛。这里是最后一站了吗？有点忘记。飞镖，飞镖。我觉得好像可以稍微补一下东西。技能冷却减少8，消耗量减少10。十哎，十，这个想要哎，这也是10啊，但这有暴击增加，400块买了，是个鸡。然后危险等级姑且先不要好了，我记得400可以买到一些好东西，要看情况啊。400的好东西，哎，这个是，不买。哎，好像是最后一张地图嘞，我刚刚是不是应该买一下的？好啦好啦好啦，糟糕。啊，又是这个。啊，这是超麻烦的。你也是，恶心到爆。多慎用一下电。其实我这样也打很快，我已经打到最后一张地图了。以前的我打到这边大概花一小半吧，然后自从从新角色出来之后，好像大概哦45分钟，应该吧，差不多，感觉啦。结果还是没有选到这个，每拥有一个火的核心，对敌人造成伤害增加2%。买了，应该说换了。老板，老板，你又出来了。老板这次常常出来耶。这个啦，300块花了，然后450，造成2秒的晕眩。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花，花了。现在才知道这招的好，很强。哦，现在才拿到计算机，计算机真的太晚拿了，你好歹在第一关就出来吧，真的太慢了，慢到很崩溃了。没有想到啊，电的冲刺一加到这么高等之后就好强。而且我真的跟望远镜好有缘哦，以前望远镜都没有拿那么多，到底是怎么了？
你还多善用一下冲刺。不过啊，当你要做的事情一多的时候，那个 LB 我会忘记了。LB 我没有忘记你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用而已。被动哦，点火增加技能攻击力耶。啊，是被动的就是好哦，两边雷的。我的血量应该是够打 BOSS。助武器7%基本攻击的暴击好了，比较实用一点。对，太多太多！哎，怎么突然变那么多只？提莫，提莫斯基，用个冰啊，好痛哦！敌人突然像发疯一样。好痛，等一下好痛，我在干嘛？哦，我压力好大哦，一直被 K 到哦。哦，还好有一些补血的。所有的暴击率增加，攻击武器的暴击量增加，武器攻击暴击伤害增加哦。这个好了，第一次拿到。然后也没得选嘛。只有补血的，这样也好，在最后一关之前小补一下。宝石体力增加，我真望远镜超有缘的，都拿到10了，哎，吓死谁啊。之后也没有拿到什么有趣的，移动速度增加，这个我想要要换，嗯，我觉得现在的还蛮好用的。技能哦，48%，超高。但我能量不够啊，就是同样的意思啊，能量不够，然后又想要快一点，好像也没办法啊。但那个全范围的真的好帅，我觉得很划算，还好有选。开始形成了呀！我要死了，剩不到200，哎、欸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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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痛痛痛痛痛！一袋一袋袋，一袋油，口外油，一袋口外油。怎么突然变那么强啊？这些浩克们，那浩克真的好强，要补血了。体力能量不是最大，体力恢复应该是这一个吧？好，小补一下，然后老板谢谢你，你知道我需要你的，升了。毒的伤害还可以稍微一咪咪的增加，一咪咪咪咪。来吧，希望我还没有忘记。然后这个梗不要再用了啦，都知道你是骗我的，还有需要吗？哎，哑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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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健忘症的人。
而且好痛哦！快快快快快！好痛好痛好痛！你怎么这么强？以前的你就这么强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有够，哎、欸，这有够痛哎、欸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打太随便了。好，还有一次。阳光烈焰。又来又来又来，好可怕！多电他一下好了。来，花的这个也算是好打、啊，马上就结束了，让你连补血的机会都没有。咦呦呦呦呦，快！被死了吧！哎、欸，这只角色真的好强哦，越来越强，主角光环都没了。走吧。啊，这样就玩完嘞，我新角色就这样结束了。来看一下特点哦，你看现在才28级，30级的到现在都还没有开过，但游戏都已经玩完了这样几轮下来了。而且貌似哦，最后的新角色应该是你吧？我最爱的杰特，看起来特别的大。不然来看一下五星能够升什么好了。你看长期投资的看起来就超烂，100个怎么收集啊？但是如果啊，你要多刷一些宝石或玫瑰哦，赏金猎人好像也可以。改造武器呢？都3000多块了，好像也需要稍微改造一下说。好吧，虽然说今天一次就打赢了，但我们应该会下集吧。我再想一下，看有没有还有什么好玩的要素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告个段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